叫堂堂，年方28，从我记事起身上就多了串手链。每当我接近那个人，他就总搞事情。试了很多办法，没用的，甚至把他送走。天天快递送丢，别生气。但是，他的辛苦，他却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我手上，所以到现在我还是俗称处男。喜记偏云：柱中观星望，亦为僧。四柱中有一个华盖是普通和尚，带两个能当方丈。我几个？你是十世圣僧转世，天生和尚命。这手链其实是帮助你戒持的佛珠，庙里才是你的归宿。来吧，谁带？对不起，哥。你是十世圣僧转世，天生和尚，命中注定已将孤苦一生经历981劫难，一无所有。三天还找不到女王，拿不到她的眼泪，但我长生不老，我把你们劈了炼丹炉。又动怒了。早服仙丹无事情，修仙墓道已成精。陛下息怒，臣已下令封锁全城，派出了所有线人，一定把女王抓回来。陈沙陀鼎力相助。你们下去吧，我要入境了。50两成票，恭喜石头白将，恭喜恭喜！还有没有更好的？哎，诸位尊哥不要着急，大唐走私的虚贡品，还有咱们将士寄卖的战利品，只要我肯出钱，今晚出价最高的买家。送女儿国女奴一枚。哎，跑了赔不赔啊？哎，女儿国打不过咱们精绝的，而且女儿国国王过来和亲还敢逃婚，这件事在多多城绝对不可能发生。真的假的？接下来这阵可了不得，他是心切，踏撒如星，马嘶如雷，马眼如电。那好，你们的出战，下面有请神马。
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拍节目呢。那什么，我先问一句啊，县城怎么走？不出一百两，我三百两，一千两，一千两，五千两。你干啥这是？哎，是我的了。大哥，我就问个路，你给我起开。抓马脚！摩托还打我，不是你们什么地方这么嚣张？信不信过去全给你们抓起来、啊？那个神仙恕罪，那个此地是大金，我等凡人冒犯，这该死该死！省了个屁！我姓唐，别跟我提庙啊！我要住酒店。小子在城中有所酒店，请唐大人。你转什么？我说人话啊！您若不是神仙，单字姓唐，您可是东土大唐来的神人。他和你这么碍眼吗？啊，行。那现在是哪个皇帝啊？唐朝？现在是大唐贞观朝，堂主天可汗。哎，还贬！你是好演员啊！啊，牵你们群头吧，这是。你回城了这是？兄弟。精绝国军大队8800，那这对你们唐人呢，5500。大人，您若是留下，小的必全力杀。但我是真没听说过你们这个地方，你是不是还在骗我？啊，没有。哎，大人，到了，这就是多多的酒店。哟，掌柜的回来了。呀，这个怪人是谁呀？闭嘴，这是我们唐大人。你闭嘴，叫我小唐。这都是店员啊！如果大人肯收下的话，那是小的莫大的荣耀。这万恶的封建社会，贩卖人口，我很反对，很愤慨。为了给这些美女自由，我就勉为其难的守着酒店吧。那挣的钱全归大人。什么？来，所有美女看过来啊！我叫唐唐，从现在开始，我是老板。你们想走想留，全凭自愿。留下的，我堂堂保证，都是自由身，赚的钱对半。你眼睛咋了？大人，女儿国有恩必报，像您这么英俊、贪心善的老板，这么好找。女儿国是啊，那个精绝西边的邻国，一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啊。西游记里那个是吧？哎，人家女儿国人挺好，怎么把人打成这样？以后不许打人，知道吗？来，我看看来。小白谢过大人，这是我妹妹小黑。哎，大人，您还没说我们能不能留下来？欢迎加入我的团队，欢迎新掌柜。行，不是，吃不了，你给我一块纸啊！来，
大人，嗯，人都累了一天了，房间都准备好了。小泽、玛利亚、世杰，夫妇，不合适吧？惊觉天冷，大人不睡，受冻的。哎，原理我懂，可是小泽、玛利亚是两个人，两个不就四个？塞上一个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嗯，多了吃不下，你不是那个多了睡不开。嗯，啊对了，我那车啊，我那神马看好了。看看大人，神马可有魔头？魔头，好名字。你俩真叫小泽玛利亚？怎么名字不好听？好名，在我的年代你俩能火那是笔触好呢还是笔触好呢？必须是这位好啊。怎么了大人？没事，我印象有个手链。你要是再不出现，我就当你不存在了啊！三，我自由了。咱真把店给这位神仙？神仙个屁！这小子就是个凡人，厉害的是魔头。陛下，赵薇立刻上马上接近他。现在惊觉全国封锁状，起码甩不开追兵。只有那匹神马可行。看他也没有腿啊，就两轮。嘴什么傻呀？哪吒三太子踩的那是什么？他这风火轮啊，对不对？而且刀枪不入，力大无穷。今晚我动手。不，我注意到他身上有个物件，是能和神马感应，那才是关键。上等草料，请魔头慢用。没睡醒啊？不，神马中主性灵而不吃外食。昨天晚上只顾着给唐大人安排事情，怠慢了你。我知道你委屈。这是我们镇上最漂亮的龙马，别害羞啊！痛快的发泄出来吧！你别忘了，女王是答应和亲来到皇宫后，从你手里偷的。要不是你宣战，她怎么会知道我埋在哪里？她会悔婚？要不是你说女王的眼泪能当药引，陛下就不会跟个女儿国和亲。要不是你那些长生不老药没有，我又熬心药了。不翻旧账，可我听说这女王从来没有留过言，不知道国事。我自有办法，担心好你自己。大傻傻，哎，来看我手势，来来来，来左一点，右，左，右，你在那配个什么玩意儿？不，显着你了。
士们、先生们，全新安贵酒店啊，服务升级，装修升级，恭候您的光临嘞！欢迎光临！画的是什么呀？你就告诉我啊！我看着就是喜欢的。对不起，撞的。不如你买杯酒倒去呢。是男人吗？再来。兄弟，干了。你不是在楼下吗？小黑是吧？偷偷跑到我房里干什么？我做贼心虚，是不是偷东西啊？每次一见到我，你眼神躲闪，欲言又止。我知道你想偷。你想偷我的心啊？若他情窦初开，你就宽衣解带；若他阅人无数，你就造别奴才。高升啊，你想帮我洗衣服来打动我，对吗？你说的都对，可你要保密，下不为例。算了，你也别多想，我不是嫌弃你一只眼，这和外貌无关，只是对其他女孩不公平。我知道女儿不缺男人。还是不行，小黑，美好生活要靠双手，你就踏实卖酒，每天业绩第一。你要啥啥有。没把你怎么样吧？要弄死他！别放一块儿挤啊，要崽。东西到手了。林将军，城外我已查清，有句话不知当讲何等情？马上讲。之前的情报有误，女王绝对还在城里。让你马上讲，我没让你马上讲。城西安贵酒店近日抓获女儿国流民拍卖，必有线索。沈满，我乃西凉女国女王如花，本国常遭惊厥侵略，我不忍国民死生。答应了皇帝前来和亲，他却食言出兵，只有你能帮我回国起兵反抗，请助如花一次好吗？你真的有灵犀？驾！驾！求你了，神马，走吧，驾！点火，给油。挂衣打就能走。
原来你不是偷袭，是偷车。我全部家当还带了100期的车，你也偷？主动留下必有猫腻，盯着你，抓起。这么多，之前怎么抓的？之前用的迷药，把人都搞中。啊，那个这里是安归酒店是吗？我还以为是安归酒店。小黑，既然我的心就属于你，我的身马更属于你。告诉我怎么骑？我这马他认主人，就哎哎，不是，哎哎哎哎，快说！来，你把脸凑到他眼前。然后瞪大眼睛，快抓住他！快点，打开，走！别动！怎么会武功厉害呀？脑子！关柴房去。刚才说什么女王？你听见了？没有。哎，女儿归国王，过来和亲的。但是他又逃跑。啊，不过跟我们没关系啊。我们这些女的都是城外抓的流民。得赶紧给他送走啊！那这要和女王扯上关系，钱还挣不挣？还有，和那个姐小白，赶紧给我抓了，送到我房间。我审问审问你。马东。杀了他！不行，沈毛好像指认他，我们找个机会把他抓起来，让他带我们走。好，我们走。两个，去后门。糟了，官兵包围这里了，我去引开他们。不行，一起走。陛下，努尔国更需要我们。努尔。哎，我们下班了啊！哎。这是我们精绝侯大将军，欢迎光临。见过他吗？不就换了，站住站住！我跟你说，你可能都不信啊。前天，这女的来我们这儿找工作，我一眼就看出她是女儿国的了，可能会危害我们精绝。我就立马把他绑了，就他。来路，啊，哎，这边去。将军，这女的可是个大杀器，我替你把她压出来啊！抓活的。是是。机会来。投降吧，女王！女人怎么能打得过男人？you
中计了，啊！全部带走，带走。什么事儿？坐，叫我干啥呀？没动手，我救人来的。陛，哎，你不知道陛下胸前长发如梭，好容易才睡。陛下，侯将军把女王侍女及一众相干人等抓来了，女王好了。我刚才做了一个梦，梦里仙人摸着我的头，说只要拿到如花的眼泪，便能成仙。哎，把那谁杀了？啊，是我呀，为啥呀？啊！刚才杀的是谁？陛下英明，死的正是我的线人，那谁？给他父母下一道旨，以后再有孩子了，起名认真一点。我认识你，你是如花的侍女。只要你告诉我如花的下落，我免你生灵毒。死心吧，女王是不会流泪的。那好，都杀了。国王能找到女王，她身上沾了机油的气味，这味道只有我能辨别。再给我配置猎犬，我肯定能找到她。卑鄙！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叫我卑鄙？你们二人帮我找到如花的眼泪，修成长生不老的药。这个皇位，谁爱做谁做。陛下，精绝子民离不开您呐。陛下，国师说的对。哦，你是那谁？那谁是我哥，我叫那啥，他刚死了，我都没能见到他最后一面。弟，别难过，只怪阿兄名字不好。你怎么是我阿兄的声音？你面前这位是女儿古祭司，会通灵，让我上了他身后的床。阿兄，松开，他走了。啊？那我还能再见到他吗？你再摸就见不到了。啊，对不起。你干什么你？快放开！小小听妹无以为报，先给你画上伤口，对方受不起了。咱不是去抓女王吗？饿了吧？吃点再吃。大人客气，我稍微整整就行。站！吃下去就不会死。要不弄什么吃啊？下雨啊！啊！吃了这个还敢跑？我保你肠穿肚烂！抓到女王，我给你取出来。别拿去了。为什么皇家猎犬是哈士奇？还有，哈士奇不应该在邯郸吗？沙子烫脚，狗子怕烫，哎，它就能跑得飞快。妙啊！跟他说什么呢？还有啥？又跑了我！哎，他又发现了。
追！车呢？我就是跑来找这个东西。女王身上沾了他的气味，只要给狗哥一吻，肯定能找。你要是再敢跟我耍花样，我就跟你耍花样。带走。拿过来给狗闻闻。我让你给狗闻。月儿，姥姥叫我来安魂曲，她说听了再对那个王爷没关系。你就不要担心了，没有抓到女王，陛下不会杀你。那啥，你是好人，帮我逃出去好吗？祭司，我只是个小小廷尉，只能让你好过些。弟弟，咱们一起帮祭司一次，阿兄也瞑目了。阿兄，你知道逃出皇宫有多难？你的声音真好听，那是唱给死人的。无妨，上至碧落，下这种仙乐，凡人岂能听得懂？只要你愿意为我吟唱，我可免你牢狱。找个行宫，让他搬进去。陛下不可，这女儿国的女人，可都是食人的猛虎啊！要不是因为你俩是废物，我能亲自冒这个险吗？滚！是。陛下，你也滚。钥匙。我掉了。你不想？你混蛋！吴展安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龙儿怎么样了？自己跑了，现在关心别人呢？落在那个变态皇帝手里能有好？你答应过送我去女儿国。怎么还不？
摩托没了，被偷了。你骗我！你先骗我的。我穿越过来刚走上人间，钱、美女都有了吗？全被你毁了。我现在肚子里全是虫子，我随时都可能会死。我骗你怎么了？你男人是不是这辈子只要钱和女人又不满足？快不快杀了我！拖这个尸体，我看你能跑多远。我可以把你手撕一下。多个人多个仗义，你放心，我就是爬。哎，妈呀，是吧？别还有把烫的哟。今夜青雨，如听仙乐而走。来，龙儿，给我揉揉头。下去，陛下，他尚未正式册封，侍卫必须再次请求。你信不信我现在掀了你的头皮？陛下，祖宗之法不可逆，沙陀今日愿死，也要化作阴魂盯着这妖女。扫兴。在女儿国，子母河的水能让人怀孕，而传说中的落胎泉能让生命消失于无形，所以你肚子里的蛊虫……落胎泉也在女儿国？啊，对。走，去女儿国。点火！点油！哇，一个大！现在起，打起你们的精神，睁大你们的狗眼，日夜守备，寸步不离，一只苍蝇都不能飞过去。如果女王逃了，你们所有人，包括我在内，立即人头落地。记住了吗，我的少年们？很好。龙儿，赶快走，我把手机错开了。走。谢谢你那啥。嗯。但我想好了，我不能走。为什么？即使我回女儿，金雀还是会打过去。有我在这儿，我才可以帮到你。怎么帮？我必须要杀了皇帝，到时金权大乱，陛下可以带兵反击，女儿国才有救。我想好了，要想杀皇帝，必须先除掉我师。我帮你是因为皇帝杀了我哥，不是为了女儿国。我五岁时遇见陛下，他没有亲人，也没有朋友。他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，那是忘川，是冥界的河。都说他是不祥之人，现在能帮他的只有我。那你就不能帮帮你自己？弟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，我们再帮他一次吧。其实我哥从来不叫我弟，他都叫我伯了。你知道我在骗你，你还帮我？我蠢，可是我分得清好坏。你不蠢，我只是傻。
原来我不蠢，不蠢就好。我有个计划。陛下，臣有事启奏。陛下，您怎可与他独处啊？这不有你在吗？把外衣脱了。对。啊？我的龙袍，你试试。臣不敢。到床前来，让我看。是。陛下呢？马上就到。来人啊！救命啊！打他！陛下，他说您要退位，这龙袍和龙儿早晚都是他的，他就不是人。日防夜防，家贼难。我说你怎么不让我自己来？你替我冒险呢？冒老大险了！陛下，臣知道所守您的无心，杀驼之日，死国矣！杀了我！就不，我有好生之德，把他逐出国去，我不想再看见他。陛下，陛下！传令，抓住如花，灭了你。并册封龙儿为贵妃。那皇帝费那么大劲要你眼泪，就因为你的眼泪是忘川水，能当长生不老的药引？我也不知道，都是传说。和子母合成就怀孕这事儿，并不。那为什么上都是女孩？没这么难的。因为子母河里的都是忘川流来的女人。什么是女人？天下万国喜男厌女，生的女人溺毙、赐死、泄于荒野。这些女婴还未出生，就成了婴。宁王怜悯，遭忘川于人间，视为子母河，让这些女婴有再一次出生的机会。如此一代代，便有了女儿。也就是说，你们女儿国恨男，那我去了不危险吗？他们不是恨男人，他们是恨自己不是男人。巴扎利，戍边将军巴扎利，拜见陛下。到了国都，有锁匠开锁，陛下将略采吧。不是女王啊，大姐，有没有羊肉串啥的？来一盘，快来人！没事，你甭管我，我不饿。你们现在一定很难吧？
经节日日来犯，监国不肯增援，这些老兵就凭着一口气死命撑着。等我回到女儿国，立即起兵，我们一起打过去。你已经不是女儿国国王了，从你答应和精绝皇帝和亲起，他们就不再指望了。你也是吗？女儿国就是死，也不会做男人的奴隶。就这些女兵跟精绝打了十年，厉害。不管你是，啊，不管我是，我只要弄掉骨头，再想办法不要回来就好。你们打来打去的几百年，就是我们课本上的几行字儿。女儿国腹地会有精绝斥候出没，我会护送你到国都。叫去。要准点啊！辛苦你了，监国是臣的职责。边境战事紧，新兵招募的如何了？陛下封臣仆射，还望您一任为重。月卢，先说正事，军机要务，请一步内供。这个男人是啊，你不用管我，我吃过来的。来，他是我的朋友，让他进来吧。去找个太医，帮他出点苦处。是。禀太医。已经清洗过了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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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请把衣服褪去。嗯。请躺下。哎呦，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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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，你如花也太客气了，安排这里头。虽说一路上处的还行啊，但其实我还是重要。是监国大人命我来的，还请您不要拒绝。啊，我就说如花不应该呀，您呢？啊，哎呀，那个你应付下就完事儿啊，别太认真。吓人了？太吓人了，我无能为力啊！哎呀。精绝一直蚕食我们边境，怎么还不募兵？陛下，我国已与精绝言和，此时陈兵边境，对方一定认为我们停战之心不成，两军对峙，恐会生变。没停战的是精绝。短兵游泳作乱很常见，除非大兵越境，我们没有理由再开战。是没理由还是不敢呢？阿扎利，戍边将士吴兆七边回京可是死罪。精绝斥候已经到了国都三十里处，这里和边境有什么分别？那是你战守不力。够了！亡国之际你们还争什么？我在和亲路上记录了他们所有城防卫所。这里，还有这里。陛下，您答应和亲的那天，就自愿卸任女王的一切荣耀。在新的女王登基前，不全处理任何国事。
现在是皇宫的主人，但别忘了，外面的百姓才是女儿国的主人。他们不会跟你走，在百姓里，你永远是不祥之人。干啥呀？哎，我去哪儿啊？不关你事。啊，不关我事。你就没告诉我刚才选在哪儿吧？太医怎么说？啥太医？来，他要重新开战，我们不要打仗，我们只要太平。对，不要打仗，不要打仗，要太平，不要打仗。太平是用打仗换来的，边境一日守不住，大家的太平随时会被金爵夺走，都是他的错。从小克死了先女王，祭司简直就是不祥之人。别动了！不好！走开！陛下，这孩子你不能要了。你会没命的！我要让他活下来。可是孩子已经保不住了。陛下，他们说，我娘是女儿国最好的女人，而我的出生害死了。接着龙儿的姥姥，大祭司也走了，都是因为我从冥界的忘川来。想不不想之人呢？那都是封建迷信。难产其实是医学问题，在我们那时代，这么说的。都有病了。在你们的时代，女人是什么样的？还被男人踩在脚底吗？那都爬男人头顶了，为所欲为呀！我不信。不信？我就知道你不信。这样，你问魔头，他不说。要是假的呢，魔头就会咻；如果是真的，魔头就会咻咻。哎呀，来来来来来，你过来，来来来，你问他。魔头，他是骗人的吗？你看，魔头魔头，如花是不祥之人吗？你看，到底要不要告诉他？陆太全不算女王。我想问你个问题。跟我你还客气啥？在你们的时代，女孩犯错了，男孩会原谅吗？原谅？呀妈呀，在我们那个时代，女孩就不可能犯错。但凡只要男生敢说一句，这事是你错了，你知道吗？行了，这就开始了。是我错了，你有理行了吗？不是，我也没说是我有理啊，你没理你还说我，不是这不是就事论事吗？哟，我都认错了，你这什么态度啊？嫌弃我了？看不上我了？得到了就不珍惜了是吧？我说我也没说。哟，你猴！谢谢你，我好多了。等你伤好了，咱们再去落太前，怎么样？女儿国没有了太君，
对不起，我只想着让你送我回来。对不起，不是，我一个快死的人了，你还利用我？你良心不会痛吗？你一开始我把你当成卑鄙男人，我现在知道你不坏。滚蛋！还想不想？卑鄙，无耻！哎，你别到处争取，危险！还装？行，你不滚，我滚。你那么，你骗我！公子，来呀！来了！这是谁？来吧！知道吗？女儿国的人相信，只要睡了男人，把他的肉割下来当成香囊，就能升为男人。你猜我信不信？我发现你就见不得我好着呢，你爱上我了，吃醋是吧？你放屁！我就是死也不会爱上你。谢谢，我就是死也不想被你爱上。你怎么了？救我！我该怎么救你？我给你取出来吧。你啊，这娘们疯了！没事的，就一下，不疼。陷害你，把你赶出来，我怎么就不信呢？老子有今天，全都是你害的。我说的都是真话呀。那个蠢材皇帝侮辱我，折磨我，在精神上伤害我，把我这些几年在那尽忠尽瘁。来女儿国做什么？报复他，女王陛下，若您征战军爵，杀头誓死追死呀。在我们那儿，这个就叫吹牛皮。又来个男人。女王，是。是龙儿的笔迹，快帮他止血。不是不是，皇宫那个廷尉啊，伤太深了。兄弟，你有什么话说吗？陛下，请您一定要救龙儿，他值得。为自己。要派大军来伐女儿，他要和皇帝同归于尽。不行，我要救龙儿。你没兵怎么救啊？陛下，我有义气，有你说话的份儿。快上！那你话得说呀。那皇帝要册封龙儿为妃，陛下大摆典礼，这是我全国的好机会。布置攻围路线，必可攻城。我觉得可行。那你可行啊？我呢？偏我这儿龙才拳能出。现在骨头分分钟要我命，我死之前我可能拿这个害我的女子怎么过来？你过来，这真有洛胎拳呀、啊？不可能，洛胎拳只是传说。就在京军皇宫里，但陆下那口深井就是洛胎拳。马少了，哎，对，干啥呀？哪儿呀？哪儿呀？
进来吧。赢了，爷们儿。堂堂，我想救龙儿，可我真的不会，很难留泪。龙儿好心疼陛下呀，日理万机，天天使。陛下是个最长留住多长时间？三个时辰。当皇帝太累，不如当仙人好，小鸟。龙儿有办法能让陛下睡一个长长的午觉，谁都叫不醒的。哦，什么办法？去死！你的信如花应该收到，你对他这么忠心，一定会来参加我的婚礼。晚上跑300里，正好到京局。脸红了。闭嘴。出发。行。如花，堂堂，你们终于来了。我有今天，全都是你们。吴将军，糟了，他吃了魔幻草，魔化了。什么魔化了？开挂了。吃了之后，智力大减，功力大增。大莎莎，你和他们在一起了。小猴猴，你听我解释啊。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地。我操！撒开这个人呢！你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，我只有深水可以银灵谷中打通你各大隧道，让你神功护体，心灵合一。来吧，听你一句。就这，一番情况，怎么了？你别死啊！喂，
终于来了，吾乃长老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你不会死的。我好像见鬼了。让他踹一脚，咋的了？哎，哎，不对呀、啊，这神力还在，古铜却没了。还纳闷呢，你这踹哪个了？啊？小叔，你这么喝得出去，就因为喝黄的吗？只有像如花这样的女王才能救天下苍生于水火。我对救天下苍生没兴趣，现在只想救你。你伤还没好？没了吗？伤不？巴扎利。这么巧啊，去京城是吧？我顺路。哎，哪国的？呀，我高调的是杰斯米的，京城一级棒。高不累？我们也没请啊！哎，媳妇啊，我们大张东面的，你这多的路啊，人不是让我们进去吧？哎，没请不能进，那这么复杂。我进、哎，住手！停！诸位，请跟我走。今日册封我最宠爱的王妃，感谢各路诸侯前来庆贺，来跟诸位干一杯。就有问题。如花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想不到吧？恭喜陛下，你要成仙了。同喜同喜，你也快要当爹了。谢陛下。喂，等等，先解决皇帝。只要你交出眼泪，我免你们一死。狗皇帝，女儿国就是死，也不会做男人的奴隶。
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龙泉丹，吃了就能了。心吧，他是不会流泪的。这是哪儿？这是哪儿？我死了吗？我死了。你有病啊！你有病啊！放心吧，你身上的古城已经消失了。那我还活着？怎么说呢？看，这是时空之树。每一朵花瓣都代表一个时空。有没有办法让他活过来？你想救他，只能超脱轮回。我该怎么做？天下万国，喜男厌女。杀戮碾压，所有痛苦都源于此。你去西天佛国，取得三藏真经，广弘佛法，教人向善，你才能回去。原来这就是和尚命啊！此行万般险阻，你想好了？你伤还没好，别乱动。你看我干嘛？因为我好像有很长时间没见过你。
今日册封我最宠爱的王子，感谢各路诸侯前来庆贺，来跟诸位干一杯。陛下，今日是您大喜之日，臣备了份厚礼。你怎么知道这儿有机关呢？我在梦里看见的。你信啊？啊，对了，那个神马呀，不是骗你的。你个傻瓜。师傅，前面就是女儿国了。让路吧。明王大人，这一路走来，你可放下。今我为佛，慧眼清净，一切生死往来三界，佛悉知尽。还要去他的轮回吗？佛是生死，如观贯珠，青丝贯指。可我一直都看不见那串手链。我叫唐唐。你男人是不是这辈子只要钱和女人又不满足？对啊，他们快杀了我。你放屁，我就是死也不会爱上你。谢谢，我就是死也不想被你爱上。魔头魔头，如花是不祥之人吗？醒了，我好像做了个梦。